不错嘛。哎，应该早。哎呦，哇，难得起这么早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难得起这么起来。什么雅兴这样子约我来公园散步、嗯？你现在在新北市的圆山公园？当然知道，不然我怎么来的？新北市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城市。那还用你说？对不对？新北市就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人生第一间房子就是买在新北市。真的吗？哎，那你要拼第二胎在新北市吗？我跟你讲，新北市好山好水。所以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啦。对呀、啊嗯，所以你想第二胎对不对？对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我生第二胎到底关你什么事啊？这一区我刚刚有稍微浏览一下，对，我是发现真的是不错啊，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是很了解，就是。我们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跟你介绍一下居家环境，而且这个是居住首长。嗯，这个专家已经在路上了吗？对，已经就在你旁边了。难怪我刚刚一直看到好像眼角的余光有一个黑影，有一个黑影是吧？啊，就是你呀、啊！哎啊，你好啊！民政局长柯局长，我为什么知道？你知道吗？嗯，因为已经绣在上面。柯庆忠局长，okay. 谢谢啦。今天哦，你们玉林哥来到我们中和这边，也都非常的高兴、嗯，因为你所在这个地方是圆山公园哈、哦嗯，是我们新北市十二座的特色公园之一、欸。那每一座公园都有它很大的特色，特色公园、嗯、共荣的公园。嗯，那顾名思义，特色就是每一座公园、嗯、它的这个特色都不一样、嗯、那主打像有的是溜滑梯很长、嗯、还有造型、嗯、还有纸飞机的、哦、啊，后面还要再增加几十座，对、嗯、大概是28座吧。嗯，对，我为什么知道？你有了解哦。幸亏我来的时候我是会做功课的人啊，我不像有的主持人浑浑噩噩的来说，哎，叫几杯送我家杯送啊，哎，啊，请问你姓什么？是有十二座主题公园，然后未来还要再增加28座，是、嗯、目标。但是因为现在的父母亲哦，最担忧的是什么？因为现在普遍都双薪家庭，对，阿金啊，也在生，但是生出来谁来照顾的问题？我们这边的托育啊、托儿的状况怎么样？放心，南新八旗全台，我们全国有最大最好的这个公共托育。侯友宜侯市长上任之后，我们在未来在4年哈，也打算在60个地方会开超过100班。所以你放心吧，心啊，二胎三胎啊，我去打民政局，民政局也有一些生育的补助啊，送人来送啊，然后我们这边还给人家钱哦。但是要涉及新北，要涉及新北。哇，那太棒哎、欸，那今天一定要他好好的体会一下。好，我带你去走走。欸哎，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，因为啊，咱两个腿共腿哦，这样子玩哦，会不会哎，他拐了？两个哎，两个大男生玩公园也不错的哎。运哥，运哥，你放心，嗯，对我非常的了解，我帮你安排好了，嗯哼，对对对，帮你安排好正妹陪你一起开箱公园。啊，正妹这种事情不是我要的，是我帮局长想的啦。哦，哎、对啊，所以呢，要激发你的士气，特别制作人帮你安排两枚正妹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啊Hello， 开水，你好。哎，局长，来到贵宝地要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。好，请说。刚刚漏了问，这两个妹啊，谁是你的菜 ？Boss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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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ss。我回去要被我太太杀了。这两个人都勾住耶，哎，这个都是超级网红。哎呀，恭喜那个开水哦，人家准备要出新的歌曲。对，真的。哎，恭喜，随便唱一首给局长听一下。没有音乐，有点尴尬，没有说。对，有点尴尬。来 ，Go Go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这个公园就让我们一起走。即兴歌，嘿，去了。比较少年的耳张弟。对啊，这位局长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公园是很好的，它有溜滑梯，荡秋千也很好玩的，大家欢迎来这里。让我说声谢谢你，再次谢谢你，也要再次谢谢你。我也谢谢你。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好，走，带我们去玩，带我们去走。哇，好开心哦！今天天气又这么好，哎呀，然后呢又可以来公园游玩，这个新北市民的小确幸。小朋友你好，啊，1月11号记得投威廉省哦。别生气，我哪这总统台湾的海呀啦，哎，别忘了我另外一个外号你可能没有听过，是，人家说我是社会的乱源。局长，是，这个地方很特别哈、哦。现在这个都是用 PU 的这个材质，那像这一组的这个设施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无障碍的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些身障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全龄的哈，都可以来使用，这样子。
专业的，你看，安呢哦，专业的来，就这样专业的来，喝茶喝酒嘛，多菜。什么意思啊？玉林哥，咱来家好运雷迪哥，哎呀，来哦，来，我来为大家服务啦。局长不好吧？欢迎郑局来，可以带来。太感人了，局长，对不对？局长，画面，然后好有爱啊，跳上来。爸爸妈妈带小孩来，好，小孩坐在里面，爸爸妈妈这样推，不但小孩开心，也可以增进夫妻的情趣，这样子。来来来，继续看，继续看，继续看。局长讲说，这个 PU 才对，我想说为什么要 PU 啊？后来我想起来的，像那个学校的那个跑道好一点、高级一点的都是 PU。PU 的好处就是说，跌倒的时候可以保护身体啦。PU 跌倒了还有机会站起来，不是 PU 可能就站不起来了。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在哪里跌倒，你就在哪里躺下就好了。玉林哥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板比较特别？这是排水设施。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重要在哪里？因为如果下雨的话，水要排哪里？所以它就直接就哦，伟大的发明，伟大的设计。我跟你讲这个有时候在公园玩最怕什么？是下雨天它积水，然后就变得很滑，它有时候会滑倒。对对对对对，它这个孔洞的排水设计，这个相当贴心哦。设计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贴心、很周到的。你要代言了吗？200万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这边看这边的一些设备，你可以看到就比较我们长辈在使用的一些体健的设施。好适合玉林哥啊！看到这个我就很有亲切感，这就是为我设计的嘛。是，这个就是专门为银发族设计的。游戏设施对不对？来，你比较银发的。我跟你讲你们可能不懂这个怎么玩，因为你们年纪还不需要知道。但是改天你们带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来的时候，就可以教他们这样。一天就是划船器，一就是安尼划船，有无？啊，划船，啊，划船，是不是有点吃力？划船，来，那香香，你用你最快的速度，我看你，看你30秒钟可以划几下。Let's go， 开始，来，最快的速度，你可以够够高嘎的哦，快快，就像碰碰车的那种，对，感觉。你看吧，你要划船的心情，因为我这边没什么啊，所以这个没有那么轻松了。对，来局长，是 ，Go on， 继续。啊，对，别痛啊！拉筋的那个啦，玉林哥就躺在上面，躺在上面，好热。对，然后手伸直往后拉。你示范给我看看呢，你讲的头头是道。不是啊。往后仰，想想帮他帮他，这样才有运动效果。你看吧，现在年轻人的身体还不见得有老人家好嘞。不信的话呢，你让局长来，局长试一试，应该是要这样子，五行气功对不对？关系大吧？哇塞，俊哥可以啊。我一定是都比你还行的啦，你看我都还可以这样我都还可以这样这就很简单的啦，这就很常见的，可以啦。来来来，香香你示范示范这个老少咸宜啦。那个阿公阿嬷也常常在练哪里啊？没有啊，这等于就是自己在竞走，在跑步的这个意思啊。这跑起来很有感觉呢。来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就是这个常会看到很多阿嬷带着猎豹的神情做这个。会不会不小心就劈腿？男人只有两种，一种是劈腿的男人，另外一种是劈腿还没被抓到的男人。开水来一首两人的男生的歌。那个我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里，彩虹里。那我们再下来这一期，他就比较很喜欢运动的小朋友就会来这里，就稍微比较要剧烈一点哦。要剧烈一点，他就不像刚刚那一种一块蛋糕的那种 piece of cake。这个应该不是属于老人可以玩的，因为这个叫做绳索隧道了来，那个妹妹们，好，你们终于派上用场了，试看看，你们两个去比赛好不好？比赛谁最快？要听到开始才可以哦。好，快点。我们单独计秒数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预备，开门。回去，不算，要听到开始啊。预备，开枪。回去。运哥。开始。来，时间多久？21秒。香香公主 ，Ready Go！ 好，来，17秒，恭喜香香公主获胜了，可以获得我们民政局的金铲子。好啊，去哪里拿？我也不知道。
好，再私讯我们那个局长，哎，玉林哥，咱两个记得，我们两个就算了，对，因为我们的命比较值钱。像我们在玩，可能啊那种啊跟卡到胯下，胯下，啊，还得这个音，因为还得变卡到音了，卡到音。好，跟你讲，这边有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嗯哼，听说这里有挖土机。哦，挖土机。挖土机，哎，那么厉害。我从小到大，我的梦想哦，就是去考到那个挖土机的执照，然后可以挖土这样子。哎呀，没想到这里可以让我圆梦。哎呀，我们带你去。阿水，那挖土机到底在哪里？挖土机在前面那里呀。哪里 ？OMG！ 我以为是那一种挖土机啦，这个根本不用考执照啊。这个很好玩呢。这个好。哦，月林哥。哇。挖起来对不？哎。这攻击之前有效果。对对对，然后放下来。哦，这小孩子一定很喜欢。哦，一定跟我们再往那边跑。局长，对，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一次两个人做都有办法。两个人，来，你们两个人，这生育率会。我们要留下美丽的画面。你坐在我脚上好了，我可以这样做。你要抓他大腿上，这样好吗？没有，因为帮他遮裙子。好，来，画面好奇怪。我觉得我现在触感很好，真的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对，好想看玉林哥跟局长。哎，来，局长，不要了，我们两个就这样就好了啦。哎，不行，你过来，我真的做不下去，我不要。截图，截图，再截图，救命！叫成啥念来？叫做送的给你。要就是要。建哥，哎，你知道这边公园还有一个最厉害的秘密武器吗？刚刚那个还不够吗？还不够秘密吗？我跟局长都已经合体了。好，对，让局长来说吧。好，秘密武器是什么 ？Secret weapon。这个公园最受欢迎的就是前面正前方，我们看到一个斜坡，滑草坡。听说这个滑草坡，我在媒体新闻报道有看过，好像是全台唯一的。局长有试过吗？我有。当然了，我之前在这里当综合区长，我一定要身先士卒，一定要先滑。真的？那局长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？好。哇，哎，这个近距离看哦，其实相当的壮观。哎呀，非常的棒。你说你自己滑过？我也滑过。啊，屁股会破皮吗？所以要有垫子。那一般就是说有一种专用的滑草垫，但是很简易的，万一你都没有买，没有带也没关系。如果呢，你有一些像纸箱，是像这种吗？哦，对，像这样子。我好想吃哦，你们这里有吗？金钻凤梨。金钻凤梨。对。那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也可以充当那个垫子。好好，那我们就上去体验一下。啊，先滑到要干嘛？先热身赛一下，让你们四个一起滑下来。等一下我们来再举办一个。还要热身赛？不用热身的，就直接直接来好，直接来，对对对，因为我非常有把握。真的吗？那奖品是？奖品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民政局的最漂亮的民政之花，嗯哼，不然他的民政之花来给你个拥抱，嗯哼，哦，哎，就是你呀，来，哎，局长，截图，局长，是特别帮我们介绍一下乙丁小三哦，民政局宗教科的同仁，哦，宗教科的同仁，What's your name？宗教科就是管这个寺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教堂也算嘛，对不对？跟宗教相关的。对，啊，你有去签过亡魂吗？有，关洛音呐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你在桥顶，阿妈，你想挂雷哦，阿妈。好，然后那个，对不对？民政局最漂亮应该是他了哦。应该是首席啦。对，您民政局我唔是捌去过啦，拢阿姨较济。那梅亚等一下要担任这个初级的角色。没错，这种滑下来谁赢的，谁就会得到抢答权。那你决定答得好的人呢？就一样就看我有什么奖励。啊，对，口袋有钱也可以给他。哦，好哎，最多。好，那我们到上面准备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会有个红色旗子哦，好不好？滑下来谁先抢到红色旗子，谁赢。好 ，OK， 来。那个刚刚我们跟民众借的这个是标准使用的滑草用的滑草垫啊，这个是啊。这个西林鸭不要抖西林哦，他去跟我们的那个的农民借来的。我们好两两一组，因为这个本来说四个，那其实只有两套了。对，好，我们还是遵照规范啊。那到底两两一组来，我们猜拳，我们赢的会决定我们要跟他们是谁一组。剪刀石头布啊，你看吧，这样子。那你们刚让我们两个选好了啦。哦，对，剪刀石头布。那我们赢的选玉林哥好了。玉林哥，你跟我一起滑草吗？我不要，但我任性，你越要我越不要。哦，你不可以。我要跟柯庆忠。
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两个一组，两个一组了。好好 ，OK， 好好。啊，局长比较有经验，你先划给我看。对，来哦，准备哦，预备 ，Go！ 哇！胜之不武哎！谢谢局长，谢谢局长。考你一个问题：新北市特色公园未来两年内会完成共几处？一二十处，三不一二十处，二三十处，三二十八处，二十八处。哎，答对了！谢谢大家，欢迎你们。来哦，预备 ，Go！你嘛较拜托的你，脚放开没关系啦。是有什么悲惨的童年？小时候是都没人带你出来玩哦。从来没有玩过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个没有看过。以前也没有男朋友带你来玩过这个。没有。是不抢答。差一点。托中心是新北市全台最多的嘛？四年已经增加60。是啊，很厉害啊。好了，重点来了。对。幼儿园呢？未来100班，我都还没讲，我你就知道我要出。好，那你出你出。好，1100班，嗯哼，2200班，嗯哼，3150班。刚刚局长在讲，我都有在听啦。100班，非常难能可贵啊！这个也是要呼吁大家都来设计小孩，设计新北市，设计新北市，要多生小孩。一百班答对了吧？答对了，答对了耶！哎，这样子好了啦，光是说什么？都我们在比，当空的哦，我们美女对美女啊，刚刚你花的不是很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，加油！对啊，因为你已经有一次经验了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，来来，我们让香香公主跟新北黎姿好比这样看好不好？我是网红黎姿 ，Let's go！ 对，黎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讲？你不要跑跑啊！好，来，要准备啦，加油，预备 ，Go！高级的才赚赢来了。社会住宅，我们今年呢、已经有7000多户了，预计今年完成7000多户，这是数学问题，112年会完成，不然它是通灵哦。8000户，2900000户，3100000户，还是逻辑问题了，对，觉得啦，10000人，你为什么觉得？你为什么觉得是10000？选最大的吗？答对了，恭喜你获得我们新北民政局提供的送他3炷香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拿起来拍啊！还有这个最重要的Turbo 的大礼物招待你邮地址。民政局正妹介绍我们中和区现在所在地是圆山公园，你看到这个公园就已经这么好玩的哦，相当有主题，这根本就是森林乐园。我们新北市只有这个地方是这样吗 ？No， 摸摸啊东西。目前我们主题公园总共有几处？12。对，是数学问题。未来两年要几处？还会增加28处。哦，对。而且呢，就基本上就不是搞那种罐头游乐设施，好，所以大家踊跃呢来这个新北市哈，来这里合家旅游，合家同乐这样子。所以有没有什么话要呼吁大家的？涉及新北多生小孩。精彩。现在是单身吗？单身状态。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希望的男生是什么样的？像沈韵大哥这样子。人世间总是这样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地表上像我这样的人，其实还几乎没有了。去哪里找 ？OK， 祝福啦！我们也希望新北市政越来越顺利，謝謝，新北市越来越繁荣。OK， 加油！谢谢。哇，你看新北那么好的环境，那么好的设施，那么好的公园，是不是很喜欢呢？赶快跟我一起来当好邻居吧！新北市目前有12座特色公园，未来两年还要完成共28处。那公共托育中心，我们收托量是全台湾最多，接下来4年我们还要增加60处。公立幼儿园要增加100班。那至于社会住宅，今年我们预计要完成7000户，112年要完成10000户。
最重要的是都更三件，我们已经陆陆续续举办200场都更说明会，我们用 TOD 的方式公益回馈空间作为青年创业基地社会住宅，然后我们也极力打造科技新北，像亚马逊啊 Google 啊研发基地进驻新北。那再来就是简政便民的服务，简政便民方面，我们户政事务所有代办护照，那义南大亨有一站式兵役服务，还有我们联合婚礼每年都是场场爆满哦。一定要住新北啊，赶快一起来跟我当好邻居吧。是那样北齐。